同意的，我就讲说这个从国家拿到的不当的财产，然后现在其实变为私人的或者是一个社团法人，将来应该要做适当的处理。好，那我拜托这个内政部把他所有的财报，我帮你们算一下账，从40年到现在看资料到。现在这个部分应该是在国防部的这个主管。没有啦，你们也是主管机关，40年成立的时候就有了。好，我们会就我们有的资料来。那另外一个哈，这个资料你们附了一本资料，就是这一份资料没有给我。40年11月15号，内政部内设地7864号带电核准办案，我看了为什么核准，当时成立的理由是什么？为什么这所有的文件就是这份资料没有给我呢？我们再他成立最重要的核准公文，你不给我，你给我一个70几年的公文。我们再去调阅这个公文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江永昌委员不在场。我们今天所有登记发言的委员除不在场外，其余都已经发言完毕，询答结束。那委员林俊宪、吴其民、周陈秀霞、周春米、洪忠义、卢秀燕、江永昌、高陆以用。好的书面质询列入记录，刊登公报，并请相关单位另以书面答复。委员所提质询未及答复的部分，另请以书面答复。好，那我们在上次的会议有宣告，我们不当他人处理条例在询答结束之后，我们会来进一步举行公听会，邀请所有的学者专家跟列席的官员发表意见，来提供我们委员会审查的时候作为参考。那公听会举行之后，我们会另定期继续审查这个相关的一个条文。那我们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，散会。